今天来跟大家介绍一个 Granvia 六人座的改装成露营车的模式。那这一部的床椅是可以折叠的，可以对坐的，前面的旋转过来就变成是一个客厅。那这个地方配的电是280两颗，那这个地方是水槽，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置物空间，后面还有两个小的置物空间。这是一个挂桌板，100公升的清水箱，25公升左右的污水箱，还有一个小的污水箱在这个地方。第二个对坐空间维持它车上原本的豪华座椅，建一个非常舒适的一个空间，尤其是坐在后面这个人，那就是这个另外一个空间的表现嘛。也是利用原厂的滑轨，所以闺蜜亚的改装里面没有动到滑轨的部分，也没有动到地板的部分，让它保留原车非常的多。那后面你说有一个小边柜嘛，在这里，这个还有一个小边柜，小收纳柜。我们在后面的那个空间的时候，把这个挂桌板移到这里。是，那我们把冷气装在这个位置，然后看不到它的存在，做了黑化处理，然后下面有一个0.00，那个就是所谓的缓启动，让我们的电池可以多使用30%的时间。配备的太阳能板，两片，345两片。